级汽车。博物馆风波。哦，哇，是霸王龙的化石。我们来玩轮流扮演霸王龙的游戏吧。好呀好呀。可怕的霸王龙要来抓你们啦！啊哦！我们好害怕呀！快跑呀！好，我来啦！在博物馆里不要追逐打闹。哦，麦多多，你不是最厉害的霸王龙吗？怎么摔倒了？哼，霸王龙生气了，我要把你抓住。霸王龙来啦！救救我！看来我需要支援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安琪，有什么事吗？我站在博物馆里，这里发生了事故，你们看。别担心，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哎呀呀，博物馆里乱糟糟，走走。哎呀呀，恐龙化石不见了，全碎了。哎呀呀，所有雕像都倒下。哎呀呀，我们快点行动吧。嘿呦嘿，伸出我的长手臂，有力气。嘿呦嘿，大大石块吊起来。嘿呦嘿，恐龙化石找一找。嘿呦嘿，一块一块搭建好，完成了。哇哦，霸王龙又出现了，可是雕像怎么办？看我的魔术表演吧。变呀变，大大滚筒转呀转，转呀转，变呀变，七彩水泥变出来，好漂亮。变呀变，小小裂缝修不好，变呀变，变回原来的模样。哇，好神奇。我来啦，张开翅膀飞，受伤疼痛别害怕，别害怕，我来啦，发射光波治疗你，我来啦，统统全都消失吧。耶，太棒啦！现在让我们一起帮忙把博物馆变回原来的样子。好的。呼啦啦呼啦啦，恐龙化石放在哪？呼啦啦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中间。呼啦啦呼啦啦，雕像雕像放在哪？呼啦啦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旁边。
失控的赛车。热身完毕，今天的状态非常好。是吧？福特，你怎么来了？哼，当然是要挑战你了。来吧，看看谁的速度更快。切，谁怕谁？什么事了？智能跑车福特失去了控制，情况紧急，我需要支援。好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过速赛车前方，超雷达警车来车，大力吊车马力，超级汽车出动，大家分头行动，避免碰撞发生。好，滴滴五快快停下，十字路口有危险，轰隆隆速度太快，小心别撞到，哐哐伸出手机拦住路口不要冲，大钩子甩一甩呀，轻轻吊起来，谁来帮帮我，怎么停也停不下，谁来帮帮我，我也好害怕，让我来帮你追呀追呀追上你，让我来帮你不要再轻轻，前面正在施工，我们要掉进去了，我来帮忙。滴滴快警车来了，发射大王拦住你，向后退用力用力向上拉呀拉，快坚持不住了，哐哐哐吊车来了，伸出手臂勾住你，慢慢的把你吊起，现在安全了，我得救了。谢谢你们救了我。你没事就好。嘿，福特，我们的比赛还没有分出胜负呢。来吧，比赛继续。你还是先修好自己再说吧。泡泡灾难。
我的洗车店开业了，今天洗车免费。哇，免费！到了，快来排队吧。嘿嘿。哎，大家在这干什么？听说是免费洗车。哇，这么好的事，我可不能错过。喂，你们刮花了我的油漆。对不起。你们小心点，差点撞到我的宝宝。对不起。喂，老兄，你是不是插队了？你可别乱说，好好排队，别浪费我们的时间。滴滴滴滴滴。今天排队的汽车真多。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家别吵了，快停下来。妮娜，你快看，糟糕，我忘记把清洗剂拿下来了。快跑，快跑！救命啊！哎呀，现在可怎么办？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我的洗车店产生了大量的泡泡，已经开始淹没街道了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跑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快消失，发射水炮弹，用力用力冲冲冲，街道畅通了，前进。汽车汽车在哪里？被泡泡淹没。行人行人在哪里？困在泡泡里。我们分头行动吧。好的，伸出伸出我的大铲子，对着泡泡挖呀挖，挖呀挖呀，挖出挖出两个小汽车，一辆公交车。哇，弹弹弹弹我的大车轮，跳进泡泡里。哟吼，大家大家快快抓紧我，向上跳呀跳，跳呀！你们看，房顶上、树上、花园里，还有好多好多泡泡呀！大家都来帮忙，让泡泡消失吧！泡泡泡泡快消失，用水冲一冲。泡泡泡泡快消失，轮子踩一踩。泡泡泡泡快消失，挥挥大尺子。泡泡泡泡消失啦，到处亮晶晶。不小心了，真是抱歉，给大家惹麻烦了。没关系，妮娜。对了，今天还有免费的洗车活动吗？当然有，不过要好好排队呀。顽皮的碰碰车。天气真不错，妮娜姐姐。妮娜姐姐，我们终于见到你了。你们是谁啊？
我们是你妈妈的爸爸的姐姐的儿子家的孩子。啊？就是你的表弟了。我知道了，是小碰碰们。你们怎么来了？爸爸妈妈出远门了，他们说请你照顾我们。没收到信吗？信？忘记看了。没关系，这是你们第一次出门，我先带你们去转转吧。好耶！妮娜观光团出发，公园马上就到了。可是我不想去公园，我想看大鲸鱼，我想看流星雨，我想玩捉迷藏。好主意，就玩捉迷藏。你怎么了？我妈妈的爸爸的姐姐的儿子家的孩子不见了。谁？就是我的表弟碰碰小车嘛。他们那么弱小，那么无助，现在一定在街上饿着肚子，流着眼泪，瑟瑟发抖吧。妮娜，你先别说了，我们得抓紧时间找到他们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找一找，向右转弯，发现目标，游戏结束了。轰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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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引擎加速向前跑，冲呀冲呀，挡住你们，全部都停下。哎呦，好晕啊！你们不能在街上玩。要遵守交通规则。什么规则？我来告诉你们。停下绿灯行，不要着急，等一等，前后距离要注意，要注意，排成一队别拥挤，别拥挤，路上危险不乱跑，注意安全，走在自己的车道，这就对了，交通规则要记牢，这样才是好宝宝。碰碰车，不能碰碰，好难受。这个吗？嘿，我有个主意。雷克警长的主意真不错，果然还是游乐场最适合你们。积木围城。要迟到了，班班，你的速度太快了。雷克警长，我着急去送货。
斑斑，小心前面。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大积木呀？这回我肯定迟到了。怎么回事？前面发生了什么？大家别着急，我去找阿力帮忙清理积木。我来了。哦，你来的可真及时。放心吧，这点小事就交给我了。好了，道路清理完毕。阿力，干得好，快让我过去吧。怎么还有一个？到底是谁在马路上搭建积木？嘿嘿嘿，当然是我的杰作了。来吧，让我的积木车陪你们玩玩。嘿嘿嘿嘿，雷克警长，你看，原来是你干的。危险，大家快跑。救命啊！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拜特博士发明了一辆积木车，在扰乱城市。我们要马上行动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大吊车咔咔咔，手臂有力气，大积木小积木全都摆整齐，红警车滴滴呜，雷达车一转，有麻烦别担心，我来帮助你，积木积木全尽力，汽车汽车快腾行，走去查积木车。好，积木积木变呀变，围墙变出来，长长手臂哐哐哐，积木全倒下，积木积木变呀变，迷宫变出来，开启雷达滴滴滴，找到了出口。这回你没办法了吧？糟糕，我们找到他了。积木积木变变变，咚咚咚咚掉下来，危险危险快快跑，小心小心要躲逃。积木积木变变变，警车警车有办法，大王大王咻咻咻，一块一块全接住。积木积木变变变，吊车吊车来帮忙，大大猴子有力量，瞄准目标全力进攻。这个捣蛋的积木车就交给我吧。不过这些积木要怎么处理呢？我有个主意，把它们收集起来，建造一个积木乐园吧。哦，听起来不错，一定非常有趣。我们也来帮忙。砰砰，爆米花。田大丰收，收割机哈维开始工作。小麦咔嚓咔嚓，南瓜咔嚓咔嚓，番茄咔嚓咔嚓，玉米咔玉米呢？怎么都不见了？哦，原来是被他偷走了。嘿，你是谁？你想干什么？哎呀，好痛！
就对了，爆米花车，让他们吃点苦头。小鸡们多吃一点哦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猪伯伯小心！情况紧急，呼叫指挥中心。怎么回事？是我眼花了吗？白老虎开心虎，有辆会喷爆米花的汽车。阿文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不过我绝不允许他这样浪费粮食，必须赶快阻止他。你说的对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装甲消防车高迪。全能收割机哈维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别想跑！哼，这就是浪费粮食的下场。惊险飞行，哟吼！开心虎、贝乐虎，你们干什么呢？嘿！我们正在测试最新的发明，救援弹弹床。看起来好有趣，我也要玩。抱歉，我太重了。没关系，看来这个弹弹床还需要再升级一下。斑斑，你不是要去送货吗？差点忘了，我先走了。斑斑怎么还没来呀？需要帮忙吗？我可是超级快递员哦。还是让斑斑来送吧。这是什么？呀！救命！麦多多！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人呢？难道是我来早了？斑斑，快来救救我们！你们怎么都在天上？多亏了我的小飞车呀！去吧，小飞车，带他们离开贝勒小镇。
不好了不好了，城市里出现了很多小飞车，把大家都抓到天上去了。啊，哥哥快想想办法。救援弹弹床应该能派上用场。斑斑，这次的任务就交给你和高迪了。哦，好的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巨无霸大货车，斑斑。装甲消防车，高迪。超级汽车出动。小飞车都被消灭了，斑斑，这次多亏了你。嘿嘿，还好我平时吃的多，长得壮，他们拉不动我。说到吃，我好像又饿了。路障车，别挡路。前方有路障，大家请绕行。让开让开。嘿，雪峰，快停下。雷克警长，我赶时间，你就让我过去吧。不行，所有汽车遇到路障都不能通行，这是交通规则。嗯，好吧。喂，前面怎么不走了？别堵在这儿。哦，糟了。啊！有路障就不能前进，还会造成大堵车。哈哈，我有主意了。嗯，改装完成，路障车诞生啦！满满一车的路障，让所有的汽车无路可走。嗯，去吧！谢谢你，雷克警长，再见。再见。怎么回事？这里又有路障。奇怪，这些路障都是谁放的？贝勒虎、开心虎，怎么了？雷克警长，城市里出现了好多路障。大桥上、公园里、沙滩上都有。不对劲，贝勒虎，快帮我升级，让我去调查一下。没问题，再叫上酷宝一起来帮忙。
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乱走走，乱走走，城市到处乱走走。超级汽车现在出发，去解决麻烦。我被困住，我们被堵住了。大大铲子举起，路障路障全清理。雷达雷达滴滴滴，发现了目标。站住，不许跑！我来帮你。雷达雷达开启，无敌无找到你。铲子回了又回去，勇往直前不回停。一定要抓住他。机汽车快追击，危险危险要小心，转动车轮向前进，轻松跳呀跳过去，挥动铲子向前进，轻松推开穿过去，追呀追追呀追，推呀推推呀推，一张大网紧紧抓住你。这个大坑很危险，我们需要在前面放一个路障提醒大家。这样做才对嘛。奇思妙想汽车馆，最新款无人机第一次试飞，现在开始。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的。哼，你可别小瞧它，它的速度快得像闪电。再快点。你看见它了吗？好像不见了。不好，我的无人机落在了郊外。我们一起去找找吧。好，根据信号显示，无人机就是落在了这儿。这里好像很久都没有人来过了。会不会有危险？我有点害怕。酷宝，你可是超级汽车呀。哦对，我是超级汽车，我怎么能害怕呢？瞧，你的无人机在那儿。哈，找到了。你们是谁？不管是谁，欢迎光临我的汽车修理厂。要不要试试我珍藏的大铲子，或者精巧的螺丝钉？谢谢，我们什么都不需要。我们是来找无人机的。原来你们不是来找我修车的。根本没有人记得我的修理厂。酷宝，刘大哥看起来很难过，我们帮帮他吧。我有一个想法。刘大哥，我看你这儿的汽车零件都旧了，不如我们做些改造，把这里变成汽车展览馆吧。汽车展览馆听起来不错。嘿嘿，那就呼叫指挥中心。哥哥，怎么是你？嘿嘿，还有我。开心虎，我们想要改造牛大哥的汽车修理厂。我明白了。
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铁臂挖掘机酷宝。大力神吊车阿力。七彩搅拌车瑞博。超级汽车出动。朋友们，让我们发挥想象力，一起来改造吧。大轮胎一二三，咕噜咕噜弹呀弹，大轮胎吊起来，我们一起荡秋千。大铁皮拼一拼，又挡风呀又遮雨，大铁皮挂彩旗，变成小屋真美丽。后视镜像眼睛，擦掉灰尘亮晶晶。后视镜转心意，保有巨大万花镜。干得不错，继续加油。小的摆整齐，汽油桶喷颜色，七彩铁皮汽车人，欢迎你来参观，七四妙想汽车馆，好新奇，好喜欢，七四妙想汽车馆，这里真好玩，我下次还要来。太好了，这里又热闹起来了。超级汽车，谢谢你们！不客气。一日警长，观众朋友们，贝勒小镇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他就是……是我是我是我，雷克警长！竟然是警车雷克！大家都喜欢雷克，为什么没人喜欢我呀？我可是最快的赛车。哼，我现在就去找雷克比试比试。比试什么？雷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，哇，你烫得像一个刚出炉的烤地瓜，肯定是发烧了，要赶紧去医院。可是，有紧急任务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我收到了紧急任务。没错，雷克警长，贝勒大街发生了交通大堵塞，需要你指挥交通。让我去吧，雷克生病了，他现在，非常虚弱。好吧。那今天的任务就交给你了，旋风。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车，旋风警长有办法。左边汽车快快前进，右边汽车快快后退。撞车了，都怪我太心急了。千万不要拥挤，一个一个保持距离，注意注意慢慢通行，道路道路畅通了。谢谢你，旋风。回交通可真难，抓小偷呀！小偷小偷别逃，旋风警长有办法。轰隆轰隆加速追呀，冲啊冲啊超过你啦！
我赢了！旋风，这不是比赛。我应该抓住他。改变我的方向，朝着小偷追呀追呀，加大马力向上飞呀，轻轻松松抓住你。旋风，做得好！遇到困难，别怕别怕，旋风警长会有办法。小心！遇到困难，别慌别慌。旋风警长马上帮忙，谢谢，别客气。旋风，谢谢你呀，旋风警长，跑来跑去不怕辛苦。谢谢你呀，旋风警长，热情勇敢不怕困难。好累啊！嗨，旋风。今天真是谢谢你了，一切还顺利吗？原来当警长这么辛苦，难怪大家都喜欢你。观众朋友们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，下面揭晓今日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他就是旋风。是我。恭喜你啊，旋风，看来大家也很喜欢你哦。你说的对，我可是最酷的赛车。珍贵的友谊。今天和安琪约好了去野餐，希望他能喜欢我做的三明治。快点。哎呀，我的三明治。妮娜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们也不是故意的。哼，你们太讨厌了，赔我的三明治。妮娜看起来好凶啊。好可怕。你太讨厌了，讨厌讨厌。尽情的讨厌对方吧，超级愤怒车，超级去破坏他们的友情。都是你的错，是你的错，我要把你撞扁。看我的。大家怎么了？为什么都在生气？妮娜，你的眼睛怎么红红的？哼，不要你管，我讨厌你。我宣布，你不是我的好朋友了。什么？哼！妮娜变得好奇怪呀。不对，这其中一定有问题。呼叫指挥中心。贝乐虎、开心虎，今天大家看起来都非常愤怒。你们快调查一下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好的。是麦特博士新发明的汽车在捣乱。我就知道是他。安琪，这次救援靠你了。一定要小心那辆超级愤怒车。放心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别生气。
笑呀笑呀笑一笑吧，手牵手抱一抱，神奇的小火苗被我们熄灭了。找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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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好朋友，大家都笑一笑，世界会更美好。不许动！你被逮捕了！耶！安琪，我们去野餐吧。好呀，我最喜欢吃你做的三明治了。伤心的美食车。你的甜甜圈，谢谢。你的草莓冰淇淋，哇，好吃呀！亚米，我最喜欢的巧克力蛋糕还有吗？你很幸运哦，旋风，这是最后一个。太棒了！啦啦啦，好开心呀！原来大家吃到美食会变得很开心。既然这样，我就发明一个伤心美食车，只要吃了他做的美食就会变得非常伤心。美味蛋糕免费品尝，免费品尝蛋糕免费，我要一个，让我尝尝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那边在卖什么呀？阿布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我就是很想哭。开心虎，你怎么也哭了？我吃了这个蓝色的蛋糕，就忍不住想哭。没错没错，就是这个蛋糕。我还看到了一辆奇怪的美食车。又是麦特博士的诡计。他太过分了，美食应该给大家带来快乐。我们要让大家快乐起来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梦幻美食车亚米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
美味蛋糕免费品尝，免费。大家注意了，吃了他做的食物就会变得很伤心哦。哼，伤心美食车，这里不欢迎你。你快走吧！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